现在的社会动乱，现在灾难变这么多，我们香港这个地区能不能不受难？难。只要我们在香港能够聚集一两百个人，少数人呢，就能拯救香港这个地区。啊，这一两百个人真正回心转意，断恶修善，啊，善恶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老祖宗很慈悲，跟我们说得很好。啊，从纲领上来讲，孝悌，这是正法的核心呐。啊，那今天我们要问，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了，他们那个世界居住的人民都是善念，没有恶念。你看，跟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所以他的世界那么好啊。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今天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念头不善了啊，念头不善变成什么样呢？神这身心多病不健康啊，那地球呢，什么灾难都出来了，不就这个样子吗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能不能让自己身心恢复健康，能不能 让地球恢复正常？难，念头啊，所以怎么样对治啊？把心态改正过来就行了。啊，什么是正呢？随顺大自然的规律就是正。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就是邪，就错了。啊，诸佛刹土他们的居民心地是清净的啊，就跟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他说出他那个境界啊，他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啊。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，三字经上头两句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，善恶的善太浅了，那个善字是赞美，那个善字是形容啊，形容说形容他一丝毫欠缺都没有，圆满的，没有欠缺啊，那是自信。自信在什么时候是那种状态呢？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那叫本善。起心动念不善了，他会阿赖耶出现了啊，那就不善了啊。所以本善比十报庄严图还要高。啊，本善是完全心性的显露啊，啊，就是自己真性的显露啊。真性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。啊，佛经上形容它一片光明，叫大光明藏啊。啊，在我们净土中称这个境界叫常寂光。啊，实际上按上一个土字，那是
凡夫的见解啊，讲四徒嘛，啊，凡身同居徒、方便有余徒、十报庄严徒啊、常寂光徒，实际上常寂光就是常寂光啊，不必要加一个徒字，这个我们要懂啊，加个徒字是世尊的方便说啊。啊，常寂光里面也没有身，也没有徒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精神物质现象都没有，但是你不能说它无，它能变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，它会变，它本身什么都没有，它什么都能变。啊，在不变的时候，说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啊，常寂光里头一切具足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只要波动现象一发生的时候呢，这宇宙就现前了，万物就现前了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就现前了，身体里头一个物质现象，一个是精神现象。啊，这两种现象的时候，随着你的分别执着，逐渐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。这么一回事情啊！啊，我们动一个念头，不但影响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这个设法界，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设法界，通通受影响。为什么？一个自性变的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，所以他才能同时同处相应。如果不是一体，你怎么能讲得通？啊，所以真正是一体呀，他就能讲通啊！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对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一丝毫怀疑了没有？都没有了。现在的社会动乱。现在灾难变这么多，我们香港这个地区能不能不受难？难。只要我们在香港能够聚集一两百个人，少数人呢，就能拯救香港这个地区。啊，这一两百个人真正回心转意，断恶修善，啊，善恶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老祖宗很慈悲，跟我们说得很好，啊，从纲领上来讲，孝悌。这是正法的核心呐！啊，我们中国人自古讲的孝亲尊师，佛也这么说法。啊，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啊，持善业的标准在哪里？经论上里面所说的全是标准，说的太多了，我们无从下手。啊，怎么中国老祖宗说的好？你看，从孝悌延伸出五伦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。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讲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，这是道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啊，讲亲、讲义、讲别、讲序、讲信，这是德，随顺道。啊，你去行，那就是德了。
从这里又演出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个东西啊。啊，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这是做人基本的原则，必须要遵守的。你不遵守就不叫人了。人跟禽兽差别就是人知道无常，禽兽不知道。啊，四维礼义廉耻，八德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，就这么几个字啊。啊，你看看四书五经十三经，乃至于乾隆皇帝编的四库全书，都不离开这个。这是传统文化的纲领啊。啊，在佛法里面就是三规五戒十善，很简单呐、啊。三规是觉真经，五戒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啊，十善，十善一展开，小乘展开三千为一，大乘展开八万四千细心，就圆满了，那就成佛了。你看，说的精简扼要啊，这是道啊，啊，这是信德了，随顺信德。如果我们自己真明白了，用这几个条目来反省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